我们现在要推出一个活帝王蟹套餐，这个再加上这个兄弟俩一起吃双响炮。今天有来过红铁板烧的，一定要说你吃过铁板烧的，都是活的哦，不是冷冻的哦。你看这个脚多粗多长，再搭配有虾膏的波隆，我们家的招牌波隆，我们又可以吃到虾膏的甜味，虾肉非常的 Q 弹扎实，然后再搭配帝王蟹双享受。